大家好，我是评测编辑郑刚。那么在本期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车型呢，其实是一款目前处于困境的这样一个品牌，它所推出的一款全新车型。你看到的是，从这个吉利车型，它把这个整个外观，尤其是中网这个部分，改成了一类似于回波纹的这样的一个视觉效果之后，这台车让我们出乎意料之外的是，接近角居然相当的大。大家好，我是评测编辑郑刚。那么在本期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车型呢，其实是一款目前处于困境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它所推出的一款全新的车型，它是来自于这个凯翼的 X3。而凯翼这个品牌可能大多数人还不是很了解啊，但其实这个车型的品牌是来自于奇瑞旗下的。我们都知道奇瑞的瑞虎3和瑞虎5在上市了很久之后呢，其实还是有一个这个生命力延续的一个问题。而这次凯翼 X3 的上市，是否能够给奇瑞带来一个新鲜的血液呢？让我们来拭目以待看一下。这款车型其实从它整个车辆外观设计上面来说，其实还是独树一帜的。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从这个吉利车型，它把这个整个外观，尤其是中网这个部分，改成了一类似于回波纹的这样的一个视觉效果之后呢，会引领这样的一个国产车型在外观上面的一种设计理念。而这一次我们看到整个车辆的外观设计来看的话呢，也是非常大方的。尤其是像它这样的一个中网设计呢，在正前方我们坐下来的时候，看到它整个这一块的前标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浮动化的一个效果，悬浮式的一个效果，很漂亮。而且整个车辆从外观看起来的话呢，整个钣金的这个喷漆用料呀，以及我们说前杠的一些合理的一些设计来说，做的也是不错。而且这台车让我们出乎意料之外的是，接近角居然相当的大。那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像一些这种城市定义的 SUV 车型的话，这个前杠的离地的位置呢，要么就是特别长，要么就是特别低，所以这台车型应该是对比同级别的车型来说，通过性能应该是有所保证的。而我们能够看到，像一些前杠上面的一些比较麻烦的设计，比如说这个有个螺丝口，然后给一个这种脱节的一个挂钩扣，这个车型也没有，它把这个挂钩的位置设计到了这儿，就相对来说这一点的话呢，也是能够避免我们在拆装前杠的一个塑料块的时候呢，能够造成一些损伤，完全能够避免掉。而且从整个下方底盘的设计来看的话呢，我们说可以看到前方的这个导流板，可以看到吗？轮胎前方这个位置也能够和车胎对比上面就能够看得出来，这台车型的整个车辆的车宽呢还是做得不错的。那么这台车我们说从外观上看起来的话呢，其实从外观上的一个视觉效果来说，包括整车的外观设计元素上都能够让我们满意。而在它的一些细节上面呢，我们来看一下。首先作为奇瑞车型来说，我们说一些边角的一些控制啊，包括缝隙的控制，在以前的车型上面做的都很差。而这一次呢，凯翼 X3 这款富有生命力的定位于年轻群体这样的一个车型的定位呢，做的还是不错的。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边的缝隙处理还算过关，而且钣金这边整个喷漆工艺呢，以及我们说整个金线的处理的位置也完全没有问题，至少我的手摸上去不会很难受。而且在整个配置上面来说，可以看到的是，这一次呢，凯翼 X3 这款车型还真的是比较用心，而且没有太抠门。可以看到的是，这个我们说里面这个灯光的一些这种线条的设计勾勒啊，有点接近于咱们现在的一些进口车型，比如说野马的车型的这种三段式的这样的一个格栅这样一条纹化的一个处理设计。同时它的整个大灯的设计呢，也采用了这种双光远近光一体的这样的一个透镜设计。那么即便是它配备的是卢素的这个低配版的车型的这种氙灯的话，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这个已经打好的这个基础啊，把这个灯光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升级，装一个安静器，换个灯泡就 OK 了。而在下方这边呢，雾灯这边可以看到的是，在原始设计当中应该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带有透镜的雾灯的一个设计的，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模具。但是低配版的车型这边的雾灯是省略的，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厂家把这个雾灯的配备呢改为标配。因为在这种夜晚的城市道路上面，如果咱们的大灯不具备这样的一个弯道随动转向的这样一个灯光照明设计的话，雾灯还是很有用的。那么在看完了整个车辆全部的一些细节之后呢，我们到车身侧面来看一看。那么如果说前脸看起来多少还有一点点英菲尼迪这样一个相对比较宽的一个前脸的设计元素的话，在整个车身这边可以看起来，车侧这边横图贯的整个这个车侧的一些设计语言就非常接近了。而同时我们也能够看到它的一些细节啊，开眼角的一些设计啊，包括像这边整个 Coin 的这样的一个字标的设计，其实也是参照了目前的一些车型，比如说哈佛的一些这种设计理念啊，都在这边了。而我们都知道这个途观以及我们说野地这款车型呢，它其实还是参照美版的车型去做的。而在美版的车型当中最突出的呢，一个是悬挂的行程，我们来看一下悬挂的行程，这边足足有两拳。
换句话说，无论它的悬挂调教的是舒适或者是运动，它这样的一个比较宽松的一个悬挂行程呢，还是能够让我们保证一个车辆比较好的一个通过性的表现。而同时，这款车型配备的是加通的精英轮胎，采用了精英的技术。而这款车型的轮胎在一般车型上使用来说，路面的这种公路上面的静音效果都还算不错。那么这款车型的离地间隙呢，在空载的时候是19，那么在满载的时候呢则为17。一般情况下，我们说只要不低于15的话，城市路面，也就是说在这种城区结合部啊，或者说是郊区路况下呢，它都能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在这种基础数据下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车辆的一些基础设计啊。前排是通风盘，而且采用了运动化的一个轮毂设定。像这样的一个轮毂呢，除了有较好的一个我们说公路道路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支撑性和操控性的一个感受之外，18寸的轮毂也对于操控上有一定的提升，而且散热大家都能够看到应该不成问题。而在底盘部分来说的话呢，这一次还是做的稍微有一些遗憾的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它故意的就说是把前面和后面这一角做了一个类似于内凹型的这样的一个设计。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车辆通过性能会提升，但是前部中销的这个位置可以看到吗？就回压骨的那个位置，那个位置属于是整个底盘的最低的一个点，换句话说，只要那个位置不蹭到的话，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是像这样的车型，由于是不是四驱版的车型嘛，所以说如果能够在整个驱动桥中间凹槽的那个位置，把整个这个中销的位置往上再提一点的话，这样的话整个车辆的通过性能会大幅提升。而且像这样本身来说，轴距也在2.5米左右的车型其实并不是很长，那么它本身的这种抗扭曲能力应该是不错的。我们在后期的这个测试当中啊，会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车辆有关于车身刚性这边来说，对应它的同级别的竞争车型，比如说 H2 或者 H5、H6 这些车型，看看有没有一些很好的一些变化。那么这款车型呢，它配备了无钥匙进入系统，这个就是我手上的这把车钥匙了。质感上面来说比较轻的，但是整个做工来说做的还是不错的。我们来看一下，还好，不太扰民，而且它本身来说也能够调整这样的一个找车的一个功能啊，做的还是不错。在整个车门胶条的密封材质上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一次奇瑞终于做的是不错了。那么在这些胶条的一些边角上面没有过于明显的毛刺，削削的还是比较平顺的，而且车门关闭的声音也还不错，并不会有一些铁碰铁的声音在里面，就说明它整个双层的这个密封胶条呢应该是比较耐用的。当然这种密封胶条的耐用一定要在2年到3年之后，我们才能够看出来这样的胶条是不是需要有一个很长的一个验证周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部分。到了车身尾部的时候呢，其实可以看到的是，在整个车身尾部的设计元素上面来说，有了一些平面化的设计元素在里面。可以看到的是，整个 3D 工程设计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尾灯灯组非常的漂亮，而且采用了分体化的一个设计理念，并且倒车灯这一边呢努力突出有一个 LED 这样的一个效果出来，但是它在里面这样的一个颜色，就是我们说的一个遮光背板的颜色呢，还是突出它还是一个卢素光源的这样的一个光源体现的。所以从这点上来说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能够采用 LED 的光源，一方面省电，一方面呢对于整个电路电线这边的负荷不会很大，而且亮度很高。那么在整个尾部上面来说，其实这个外挂式的备胎设计呢，是我们说现在奇瑞车型的一个元素了。那么从它以前的路虎的这个瑞虎的 NCV， 包括像到现在的车型来说的话呢，一直外挂车型备胎都是奇瑞的一个选择。而像这样的选择的好处之一，一个是看起来更为野性一点，而另外的一个方面的优势呢，则是说能够把我们后备箱这边储物空间能够让到最大化。这样的话呢，也是说这个车型作为家用车型来说比较好的一个方面。而且在尾部的这个位置呢，也是支持无钥匙进入的，可以看到。我们来看看后方吧。那么在后方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一次呢，它把这个后方的摄像头，也就是我们说后方整个视频监控系统这一边坐的位置呢，是在正中间，但并没有涉及到太高的位置，所以像我们车辆在后方盲区位置较低的一些障碍物呢，能够一览无余。同时，它把牌照放在这个位置呢，相对来说也是，多少能够看到一些我们说这个较低的一些视角的角度。当然了，如果说咱们说要是这个角度如果能够再稍微把它放得再正一点的话呢，我们正后方稍微远一些的距离也能够看得到。一会儿呢，我会给大家来演示一下，看看它所在的这个位置设定的到底合不合理。那么由于现在没有这个举升机啊，所以我们先暂时看一下底盘的设计。前悬是麦弗逊，后悬应该是一个多连杆结构的设计，而且这种多连杆结构的设计本身来说是弹簧和减震分离的设计理念。像这样的车型设计呢，应该是有不错的舒适性，但不错的舒适性一定要看咱们的整个悬挂的避震筒调教呀，以及我们说悬挂这边的阻尼 K 数调教到底好不好呢，我们试一试就知道了。
那么在看完了整个车辆的一些细节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进入车内，看一下这个车辆作为年轻人的车辆首选的这样的一个配置定位，到底是不是能够迎合我们年轻人的一个苛刻的要求。我们来看一看。那么在进入车内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整个车辆人机工程做得好不好。而说到人机工程呢，主要还是我们说现在的一个安全性的一个体现出来。这个安全性呢，也有人性化的一面，我们来看一看。首先我们先来模拟一下这个车辆，如果车门没有关好的情况下，它会是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现在锁闭车门，它是完全没有办法锁闭的。而且像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的车辆这个时候如果关好的状态下呢，现在车辆是充电状态，它也没有办法很好的锁闭。所以像这样的情况呢，还是能够很好的避免说我们车辆一些漏电啊，或者说是一些亏电的问题。这一点呢，其实是一个基础。而同时我们也在发现，我们在比如说车门锁闭的时候，它如果真的是没有关好的情况下，车辆会有一个报警。但它这个报警呢，是由渐进的一个方式去做出来的。比如说一开始的时候，它是以三声非常轻微的一个预警的这样一个喇叭声音，然后逐渐变大。这种的设计呢，在很多车型上面我们都没见过。而这个时候呢，我们现在把这个车辆呢电源断开，没有办法自动落锁的。而且这个时候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车辆锁止，前后车窗可以自动升降，而且这个时候我只按了一下锁止键，并不需要说我长时间去按或者是多次去按，所以就这一点来说做得很不错。那么在看完整个门禁系统这边的演示之外呢，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它的一些细节。车钥匙放在车里面，我们来看看它整个做工啊。那么很可惜上面是硬质的，但是整个这边的一个颜色搭配做的还是不错，而且采用了一个运动化的这样的一个缝线工艺。为什么说是运动化呢？这个一会儿我给大家来做一个我们说电路或者说配置方面的一些解释啊，一会儿都明白了。我们先来看看它其他的一些设计。那么下方是硬质，这边是软质的，这边是软质的，而且厚度上面看起来做的还是不错啊，做的还很好。而且里面也有一个垫子，这边可以放置一个手机。那么我们来试试看，我们的手机放到这里完全没有问题。所以说这边我们有一些健忘症的人啊，这是一个福音的设计。那么这边整个这个阻尼做的也是不错，而且这个行程相当长，而且段位可以看到吗，相当清晰，两段段位。这种触控的方式在按键上面这种细节的这种手感的做设计呢，还是说能够让我们很多自主车型去学习的一个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很多时候我们说可以看到的是像这样的一个按键设计，它只是一个基础的配置，当你手再去触碰它的时候，再去操作它的时候呢，整个段位就不会明显，以导致我们的玻璃呢会有一个过快的升降过程，很难控制。所以就这一点来说做得很好。而且下方像这样分割区的一个区域呢，这边放置饮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么在这边可以放置我们的 CD 碟盒或者是手套以及抹布什么的，做得很棒。在这边呢，则是我们车辆的扬声器。我们来看看啊，车辆的扬声器，这边 A 柱有两个，然后车前门有两个，对，然后在后门的位置门板上面应该还有一个。那这样说的话呢，这台扬声器其实还是在车里面的整个分布还是够用的。一会儿呢，我们来听一下这个车辆扬声器总体的这种效果如何。因为要知道一台车型售价比较低的情况下呢，它的扬声器的整个品质把控还是比较困难。我们来看看别的方面。那么这个座椅的材质做的还是不错的啊。一上车让我非常惊喜的一点是这个座椅的材质相当柔软，柔软到什么程度呢？我感觉跟在家里面坐沙发差不多了，已经很接近了。而且这个座椅的整个这个包裹式的一个设计来说，做的也很棒。当然像这个整个腰靠这边的支撑，如果能够再稍微宽一点的话呢，会变得更好。而且像一些年轻人驾驶这台车的话，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激情一点。因为要知道作为一台 1.6 升的发动机来说，96千瓦的功率并不稀奇，但是160牛米的扭矩输出，自然吸气的发动机已经很不容易了。而这台车型的自重呢，在1345公斤到1380公斤之间。那以这样的一个自重来说，这个变速箱的齿比调教会显得尤为重要。在后期我们的整个道路测试当中呢，我们会着重于这台车的动力性能给大家做一个完整的一个呈现。那么在细节上面来说，可以看到的是像这样一个出风口的空调设计，最早是应用在马自达6上，所以像这样的设计来说的话呢，有足够好的一个迎风角能够让我们去调整它的同时，它的风量和锁闭整个控制呢也是密封做得相当不错的。而且在车辆其他的地方都是这样，只有中间这个不是，但中间这个呢是个亮点，一会儿在测试空调的时候我们会给大家看一下。方向盘这边呢，
采用的是两项的一个管柱设计调节，但是像这样的一个调节设计可以看到，即便是我来调整它的话呢，也是非常难的，在整个调整这一块呢是比较涩的，所以就这一点来说的话呢，还是希望能够优化的再轻松一些会更好。而且只有两项调节，如果是四项调节的话，相信能够迎合更多的一些不同尺寸不同身材的这样的人啊。那么这个车型目前是一台手动挡啊，可以看到的是离合器在这个位置，那么离合器调教的这个位置呢稍微靠里了一点，所以我在踩踏它的时候，我的腿始终是保持一个向内抠的这样的一个姿势，相对有些不太舒服，但离合器整体的这个轻重还是很不错的。油门这一边也是靠外侧靠得更近了一点，那么这个时候我这个脚就会被整个这边的中控台这边都挡住，所以在空间上面来说，这个离合器油门的整个踏板和刹车踏板之间的这个距离还是能够做得再宽松一点会更好。那么以这台车型的整个中控台的设计为例的话，其实可以看到的是像上方这边的整个中控采用的是这种软质的一个拼接设计，但是整体的这个材质上面我们挑不出来更多的毛病，可以看到除了这边是一个拼接材质在里面的时候会有一些异响之外，其他地方做的都还不错。而且映入眼帘的是让我觉得是这个车型本身它这种炮筒式的一个这种空调出风口的设计会更有一些这种运动的气息，而这还只是运动的一个层面，还有其他的地方可以给你们展示啊。那么在中控台这边呢是一个大尺寸的这样的一个 pad 屏，可以看得到啊，这块屏幕呢一会儿给大家演示一下它的功能，它的一些这种触控的质感。它的下方则是我们的这个引擎启动以及我们的这个警示灯以及空调的一些基本控制啊。在下方这块的位置呢则是两组 USB 啊，支持 USB 3.0 的一个提供，然后左边这边是一个电源接口，右边这边应该也是，但是高配车型上会有，低配车型上面就是省略了。而在最下方这边呢就是一个储物空间，这个储物空间放置手机或者放置眼镜盒什么的都可以，当然了上方也有。那看到上方时候呢，其实这个时候就应该吐槽一点的是这边呢没有灯，而且整个主驾驶这边的遮阳板这边什么都没有，这会让我会以为它会和副驾驶这边是不是装反了，明白吗？可以看到这边是有一个梳妆镜，但这边呢也没有灯的，所以功能性上面的一些缺失呢，在人性化上面的考虑，这两点做的还是不太好。高配车型上面应该是带有天窗的，但低配版车型是没有的。不过头部空间的表现在驾驶席做的还可以，也就是一拳两指，而且这个时候座椅呢还能够尽量的往低放。那如果说把这个车的坐姿放到最低的时候呢，就会看到的是这个整个车型的这种视野表现还是不错的，而且整个前部的这个视野看起来是比较宽的，就这一点来说的话跟我去开逍客这种车型的感觉是非常像的。那么在看完了这些细节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车辆在通电之后的一些这种电路上面的一些设计啊。我们先打开屏看一下啊，凯翼的 iCar。那可以看到凯翼这次人机互联上面下了很大的一个功夫啊，至少这块屏的诚意还是不错的，那清晰度对比度以及尺寸上面来说我都很满意。而且之所以说运动啊，上面这一块它虽然是死位子啊，但是可以看到嘛，它把最简单的一个这个车外功能展示啊做到了这个位置。不过在我们测试过程中呢，发现了一点不太舒服的一点是，当你长时间去点亮这个灯的时候，它这个灯周围这一块呢会有一定的发热出现，所以这个 LED 的面板的发热问题呢，还是希望凯翼能够在后期的这个量产车型当中啊，能够进一步的去修正这个问题，尽可能把这个光源呢做的温度再低一点。我们来看看这块屏啊，我们先来看看语控。您似乎没有说话，请按语音键重说。请打开车窗。那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还是有一些问题的，那这个可能是一些语音控制上面的一些这种最基本的一些这个语法问题啊。您似乎没有说话，请按语音键重说。请打开导航。正在为您打开导航。哎，那么这个整个中控屏这边的反应来说呢，应该算作是只能是一个标准的速度，它并不算特别快。当然这个时候我们说作为一台试装车来说的话，它的整个语音引擎控制界面以及我们说在蓝牙麦克风这边的一个读取，那这边的一个反应呢还是有一定的优化的余地和空间的。但可以看到是整个导航在咱们的这个钢结构的展厅里面，这种我们说的这个信号啊，可以看到 GPS
整个接收效果来说还是不错的。那基本上能够接收到的这几颗卫星都是能够在我们说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信号基准上面的，所以单就信号问题来说，这个可以不用去担心它了。我们来看一下啊，搜索一下，先用一个普通的搜索方式啊，比如我们现在说历史记录、地址簿、设置家、停车场、加油站、餐馆以及更多的方面，我们先来看一下，直接查找有医院 OK。 我们现在呢，哎，乌鲁木齐是有医院，它是采用某户搜索的方式，然后自动去罗列出来咱们现在的一个这种我们说的一个搜索结果。但是可以看到的是，像现在如果我现在去做它的整个这个屏幕缩放的话，这个就相对有点麻烦了。所以说整个触控这边还是需要做进一步的去调教，它会变得更好一点。我们先来定一下看看，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乌鲁木齐市有医院啊，整个这些东西来看一看，设为目的地 OK， 然后推荐路径，点击气泡处，开始导航，可收听路况，200米后掉头行驶。做的还是不错的啊。而且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整个路况分离下，你距离多少路况下会有一个这个行车轨迹的一个变更，以及我们说当前这个道路的一个限速，包括像咱们说现在的这个电子狗，你可以看到 K 码这边的一个设定啊，都可以加载一个相应的模块上去。所以说像这样的一个导航功能做的还是很不错的。进入分轮路，那么接下来呢，请注意变换车道。我们现在呢先把这个模拟导航停止，前方然后乌鲁木齐是有部分区域限行，哎，是个限行提示，请注意相关限行规则。像这样一个限行提示，其实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城市当中有一些这个基础建设的一些变更，比如说施工地铁或者说是周边的一些景区道路，在施工的时候呢，它都会根据咱们互联网上面的一些即时信息呢去更新。换句话说，我们之前所用惯的手机导航，它的一个最大的优点在这个我们说凯翼 X3 的这个导航系统上面呢也能够体现出来，也就是说它的更新是非常适时非常快。而这个时候我们说这个屏很大，优点也很多，但是它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优点呢？我们来看一看啊，先关闭这个导航。哎，这个时候看到多媒体、蓝牙电话、手机互联、凯翼管家，当然凯翼管家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明书，在后期的时候呢，我们的凯翼管家会有一个相对比较详细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功能在里面，比如说车辆的一些这种PDC 检测呀，包括像整个车辆的 CAN bus 总线检测，以及其他一些舒适性的功能都会放到这个里面。现在只是简单的一个操作指南啊，我们来看看车况。哎，车门的关闭状况、安全带未系、油量显示、平均油耗，那么基本控制可以看到吗？自动落锁、紧急制动双闪、熄火解锁、伴我回家，这些功能大家都已经耳熟能详。我们来看看这个变道闪光功能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先将它设定到3次。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先把这个电源打开。哎，仪表非常漂亮，中间这块屏也很大。现在是3次的变道闪光。2、3，哎，关闭了。我们来看看5次的。这种功能设定其实是很接近于我们说之前标致307在新款车型刚推出的时候的那个设定，因为我们在拨转向灯拨杆的时候，其实并不需要把它拨到头，只需要轻触一下就可以了。而你设定好的3次、5次、7次这样的间隔呢，其实已经能够适应新手包括是老手在变道时候的这样的一个转向间隔时间，所以就这点来说很人性化。我们来看看大灯控制吧。那么大灯高度控制呢，这次也是节省了我们说的一个物理按键的一个功能，那么上下呢都可以通过它来调整，而且即时就能够看到目前车辆的整个这个角度上的一个变化。当然了，如果能够把这种功能设定成虚拟的360全景影像，虚拟的这种车辆的一个实际状况查看的话呢，会变得更好。那么舒适柱的这个功能配置呢，在咱们这个车型上面是没有配备的，但是在更高级别的车型配置当中呢，除了我们能够调整座椅加热之外，座椅通风也能够调整，而且主驾和副驾都能够随时去调整它，这个也是非常方便。但是更多时候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将下方整个这块比较空旷的区域能够做一些这种物理按键去把它做一个这种控制。那一方面是说这个舒适柱的科技配置我们能够感受到，而另外一方面如果它坏了，那么物理功能的这个按键配置呢，也能够作为一个备用方案去作为一个选择。
安全控制方面，可以看到吗？车道偏离警示啊 ，ESP 车身电子控制稳定系统 ，BASD 的这个盲区监测提示，都可以去控制它。而且，运动方面呢，主要是体现在这里 ，EPS。我们都知道，一台车型的 EPS 随动转向助力，如果能够调整的话，意味着它的整个转向比例也会跟着调整。所以这个时候，舒适、经济、运动，啊，都是可以调整的。所以就这一点来说，也会是我们在后期测试这台车辆在这个车辆运动上面的一个方向。那么在接下来呢，我们回到主页来看一下，刚才说到这个车辆的音响视频了，对吧？那么在音响这个层面来说的话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多媒体。可以看到我在操作这块屏的时候呢，是需要反复去操作它的。那么在这个市区，包括像咱们钢结构里面来说，这个卡秋莎蜂蜜进新疆了。俄罗斯卡秋莎蜂蜜，纯天然，无任何添加，营养更丰富，更健康。俄罗斯卡秋莎蜂蜜，我们来连一下蓝牙看一下。这个时候很尴尬的一点就能够看得出来，是我们现在比如说收听到收音机了，对吧？但其实收听到收音机的时候，我们现在很难去找到一个相对比较合适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按键去调整它的音量，所以只能够在这个上面，也就是我们说方向盘上面的触控上面去来调整它的这个音量控制大小。虽然说这个其实也是能够很方便，但其实我们更多人的习惯呢是在这个上面去操控它的，或者是在整个这块屏上，所以这块屏上面的功能缺失呢，还是在这种人性化的功能设计上面来说有所缺失的，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去优化它。我们来看一看吧，本地音乐、本地视频、本地图片、蓝牙音乐这边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是可以蓝牙连接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到连接，我们来看一看它的一个最基一个怎么说呢，就说是最让我们能够感觉到一个非常人性化的一个功能设定啊。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之前所下好的一个 APP， 我在之前的时候呢已经通过这个 WiFi 下载好了一个 APP， 就是一个易联凯易互联嘛。我先把它打开，然后这个点击下一步已连接热点。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更换一下这个热点。这个整个这套系统互联呢，要求我们要把这个要有手机，要有网络，然后这个定位要打开，并且要开启这个 AirPlay， 然后 AirPlay 里面会有这样的一个热点选择，会出现它这样的一个东西啊。首先我们先将热点打开，先看一下，在 iPhone 模式下呢，包括在安卓模式下，其实都是可以这么操作的。那么个人热点打开之后，这个上面会显示我的手机，然后我们来看一看选择热点，让它更新一下这个页面。但其实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的是，这块屏它的整个多点触控的这个效果做的并不是很好，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去校正我们这个手触摸的时候的这个基准点啊，焦点还是要有这样的一个校正出来的。我们来看一下，我的这个手机名称是 A101， 我们来看看它的这个连接热点这边的整个显示。在之前的这个测试过程当中呢，会发现它连接是能够正常连接的，但是它整个连接这边的怎么说呢，效果上面并不是特别好，因为主要还是牵扯到了一个问题，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信号问题。首先它第一信号是要支持我们现在的这个无线连接，第二呢是要依托于咱们现在的一个E网。我现在这个手机因为没有开通 3G 也没有开通 4G， 所以这边的整个连接会比较慢一点。但是在口里地区反映回来的话呢，口里地区的用户告诉我们说这个东西很好用。可以看到整个这边的一个反应啊，我们来看看它究竟要能够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检测到我这个手机。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连上。这个连接热点和开启 AirPlay 的这个手机系统其实都是没有问题的，我这边是完全做到了。我们再进入一次看一下，所以单就这一点来说的话呢，其实凯翼这台车型 X3 呢，在这种功能性的配置上面来说做的没有问题，但我们更希望它能够把一些东西做的再成熟再可靠，性能再高一点，再迅捷一些。比如说我们现在遇到的这个问题就是这样，那它偶尔会搜到，偶尔也会搜不到，像这种情况下就会很尴尬。而且它整个这边的一个我们说信息的更新啊，还是相当慢的，可以看到在这个时候这边还是基本上比较慢。
那么这边呢，我们就先不做这样的一个测试了，等到后期的时候它再逐步稳定化一些再好再弄一下吧。因为像这个车型本身来说，毕竟是一台试装车，还没有量产，而且也没有正式上市嘛。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方面，我们看看语控吧。除了刚才的语音控制能够控制这个导航之外啊，请开启车窗啊，这个要取消掉。打开窗户，哎，这个就很方便，而且包括像我们说的自动落锁、自动锁闭啊，以及车窗户的控制来说的话，在整个车身的看霸总线的应用上面来说，人机交互这一边已经不成问题了。而这个时候呢，包括像蓝牙电话呀，以及我们说的导航，我们刚才已经演示过了。这个呢，也是让整个车辆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关键点所在。而在很多用户的眼里面来说呢，智能化首先要便捷，而便捷呢，在凯翼X3上面来说做的应该是不成问题的。那么在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方面啊。这个车型的整个中控设计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而且中控也采用了这种让位的一个处理化的设计。那么空间上面的表现一会儿我们会给大家做一下测试，但这个时候可以看到的是带有阻尼，而且阻尼的设定是非常线性的，做得很不错。但是我们的同事上来的第一时间呢，就告诉我们说这个车辆的整个这个扶手箱的空间并不是太大。以这个水平为例啊，可以看到吗，顶多放下三瓶水就再也没有太大的空间了。而且在整个内部呢，开启时候可以看到的是里面没有灯光，所以这边灯光是缺少一个照明支持的。那么在接下来呢，我们再启动车辆看一下，踩一下离合器踏板，哎，车辆正常启动了。在启动的时候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车辆，这种时候是运动模式啊，这种转向的质感来说做的还是不错的，而且相对的阻尼即便是在原地也不会太大。我们来看看舒适模式，哎，很轻盈，这一点就很爽了，而且基本上一个手指也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而经济模式下呢，则会相对来说的话呢，会把这个舒适程度和我们的运动程度呢融合到一个较为适中的一个水平。而随着我在调节它的整个这个舒适经济和运动模式之前这样一个变更呢，可以看到的是这个屏幕整个这个设置上面的一个变更处理的效率还是蛮快的啊。可以看到，当然还是请忽略掉这块屏这个触摸上面的一个调整，还是需要有再进一步的更新吧。我们来看看这台车型呢，目前的这个车辆呢水温还没有起来，但这个时候的怠速已经是相对比较稳定了，所以这台车型基本上它的整个发动机的运行工况还是比较平顺的，而且没有任何的一些问题在里面。那中间的这块信息屏呢，除了大之外还有一些信息啊，比如我们说的这个信息基本信息啊，车速信息，行驶公里数信息，油位，包括像我们的这个空调出风口的模式啊，这边都有了。而且相应的来说，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在这个信息模式读取上面来说，目前应该还是没有解锁，所以现在还没有办法很好的去使用它。取消。那这边整个中控台的应用上面来说，还是需要有进一步的去调整的空间，而且这边也不是触控的。那么在上下的整个这边的一个，我们说现在的试装车型上面来说，应该还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和它去沟通的，所以试装车嘛，那还是以一个基本的一个三大件去做一个测试就好了。那么在这边来说，还是希望厂家能够进一步的去调整去优化它，能够做得更好一点啊。在整个其他的功能性的配置上面来说做的还都算不错，而且作为一个试装车来说，这一点已经很难得的一点是它能够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而且中控屏盖关闭之后呢，上方也有这样的一个电子时钟显示，这一点来说做的也是不错的，并且这个时钟还是对比度相当高的。但是可以看到的是，我的这个手指印子啊，在上面还是留的很多。那么这台车型的换挡呢，在现在输出轴有一定转速的情况下做的还是可以的，那么基本上档位也算比较清晰，而且离合器也不会太重。但可以听到的话，分离轴承这边多少还是有一些声音的啊，所以就这一点来说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去加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作为这块中控大屏在后方整个这一边的显示到底如何。
由于它的整个视角非常低，可以看到吗？所以刚才我们看到下方这块的整个地垫就能够看得非常清晰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地面有一些凹凸不平呢，就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分辨度。但需要说明一点的是，上方的这个高度不够高，所以你可以看到人员在走过去的时候，这边其实是有一些这个盲区的啊。不过作为后方的一个盲区影像显示，这个倒还可以。而且咱们现在室内的采光来说，室内的采光其实并不是很好，所以有这样的一个采光光照度对比来说，我们之前所测试过的车型它已经算不错了。当然如果能够再优化一下会变得更好。我们来看看空调吧。那首先呢，我们先来激活空调，压缩机已经启动了，空调来得很快。而这个时候呢，由于我们开启的是一个自动空调状态，那么这个时候车外显示30度，在这个时候呢，空调已经非常凉爽，做得很不错。而且它默认开启的时候呢，就会吸合空调压缩机。但这个时候问题来了，你吸合了空调压缩机，但空调这个时候的面板却没有一个正常显示开启了一个空调的温度，那么只有你激活之后呢，才能够看得到。所以整个下方这一块的物理按键呢，是否能够在背后采用 LED 的光源来显示是否激活了当前的一个状态。但这个效果真的是可以看到吗？反应非常快。而且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是空调状态在这块呢会有一个显示出来，那么 AC， 然后整个空调会显示一段时间之后呢，它就会自动去关闭它，并不会影响到我们当前的一些这个整个画面的一个构成啊。而当你想把它关闭到头的时候呢，可以看到这个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完全把它就没有办法完全把它直接关闭了，只能够连屏幕一块关闭。而且这个时候我们在看的时候，这个时候风量还是会有一些，对吗？还是会有一些，所以你要想要关闭它的话呢，只能是通过它来关闭。也就是说，它开启的时候你可以调整它的温度，但是你没有办法去把压缩机和整个这个空调扇是分离使用的。就这一点来说，虽然足够智能、足够舒适和便捷，但并不是很方便，并不是很人性化。那么在接下来呢，我们看完了整个车辆一些其他的一些基本设计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方面啊。手刹这边的使用做的还是很不错，留下的这个余量也足够方便去我去使用它，而且换挡的时候呢，也并不会过多的去影响到我们现在手刹的一个使用。那么在这个中央扶手箱这边来说的话，就比较尴尬了，可以看到这边是比较小的，而且放置饮品是完全盖不上的，所以这个里面只能放置一些小件的饮品。而这个时候呢，除了这个车辆的整个一些细节上面的一些这种展示之外呢，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辆车辆的一些这种乘坐空间表现到底如何。我们来试试看。我们在进入车内之前来看一下这个车辆的整个开启，车辆的车门开启角度到底如何。那么可以看到的是，在前排呢是完全没有问题，但在后排的话呢，这个车门的开启角度没有太大，所以这个时候后排上车的时候呢，多少会有一些影响。我们先来看一下前部。我身高是1.76米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整个座椅的调节姿态做的还算可以，但是这个后背呢稍微有点靠后了，我把它稍微往前移一点，再闭住的这个位置。我们来看看头部，由于前排座椅是没有办法放低的，那么头部的空间勉强是两拳。作为 SUV 来说，这一点做的还算可以啊，还不错，而且有一定的冗余量。那么我的身高是1.76米，相对来说比较身高在1.8米以内的人呢，在前排乘坐的压抑感受并不是很大，这一点来说应该算是比较优秀的了。而且前排这边的腿部空间呢，我之前已经调整好的位置，这边是一指的这样一个间隙啊，可以看到。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内凹型的一个弧线设计呢，让我们的整个腿部除了左侧稍微有点紧之外，在右部呢还是很宽松的。而且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个副座椅的驾驶和主座椅驾驶位的这两个调整的方式，副座椅的驾驶位如果我现在的乘坐坐姿呢，会显得比较内陷一些，而这种内陷是以整个座椅的这种扬起的角度来呈现出来的，所以这个时候我的臀部这一块来说，包括像整个大腿这块腿根部的位置啊，会显得比较紧一些。而像这样的乘坐姿态呢，也是让我们觉得非常难受，不过你要稍微放松一些乘坐的话呢，就会好一点。而这个时候腿部的空间可以看得到，如大家所见做的还行，但是这边的迎宾踏板的位置呢设计的太深了，而且整个这个面积不是很大，所以就这一点来说，这边的设计呢是比较失败的。而在看完了整个现在前排的这个空间之后呢，我们前排座椅不动它，我们来看看后排。要知道这个车型的轴距呢也才2.5米左右，所以这个车型的轴距是限制了我们说整个车辆在后排这个空间上面的一个体现。那么我们先上车看看，
在上车的一个瞬间，可以看到吗？这个时候头部呢，多少会有一点碍事。不过好在后排的座椅呢，和主驾驶座椅一样柔软，所以在后排的乘坐体验是比这个副驾驶的乘坐体验要更好一些。而且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前排在让位出一定的空间之后，这个前排的腿部空间是一拳两指，最紧的空间也就在不到两拳，也就是一拳四指的样子，也就一拳三指吧，啊，这个是比较宽松的。而且左腿的这个整个表现呢也是一样。那么像这样的一个处理设计来说，其实还是很多时候有一些尴尬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上方这边整个座椅的一个设计，在这边是有一个横梁的。而像这样一个横梁，如果说我的腿比较长，或者说我要是再想宽松再乘坐一些的话呢，这边这个位置设计让位还是不够好，再提高一些会更好一点。而且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个座椅这个时候给我整个前部的这个压抑的感受就会比较严重一些了。所以说这个车辆的整个后排的空间并不算特别宽敞，但是一家人乘坐来说基本上是够用的。而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看看中央。那么在中央来说，这台车型由于是没有四驱版的，所以说这个车型其实没有完全没有必要去把这个车型去准备这样的一个地台，而这个地台相对也比较高。这个时候呢，就会完全重复我刚才在副驾驶座椅乘坐的时候一个比较内嵌的一个姿势，可以看到吗？就这种是它的一个进阶版了。我们这个时候整个这个腿部这边就会不太舒服，而且这边的这个位置特别高。所以相对来说，这个中央扶手箱呢，如果能够采用一个内凹化的设计，把整个腿部空间让开，再将整个地台坐平一些的话呢，会变得更好。而之前我们在提到过的这个下方底盘离地间隙上面来说，最低的那个位置，也就是消音包的那个位置啊，如果要是这样设计的话，消音包的位置如果能够再往上走一点的话更好。而且像这样的一个地台，你既没有应用到后排的一个出风口的设定，也没有应用到后排头部的出风口设定上来说，占用这么高的位置其实也是不太合理的。而在这个我们主驾驶位置调好了之后呢，这个后排在这个位置乘坐来说的话就会变得更舒服一些，而且距离上面也会变得更远，做得还不错。中央这个位置呢也相对比较软，但是由于整个地台的高度呢，这边属于是一个不太舒服的一个座位，而且可以看到的是四六分割式的座椅设定，但是这边并没有扶手设计。所以单就后排来说的话呢，在两侧的位置相对比较舒服，但是中间这一排只能坐一个小孩。而且在这种头部空间上的设定来说的话呢，这个无论是前排还是后排我都非常满意啊，可以看到后排也是很不错的。就这一点来说的话呢，作为一台 SUV， 头部这一边台一 X3 处理的是很不错的。那么在看完了前排和后排之后呢，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它的底盘的一些基本设计。我们先把这个座椅呢往前移一下来看一看。这个座椅呢已经到头了。我呢这个时候因为采光的关系啊，所以我现在把这个灯光给打开，然后呢给大家照一下。现在可以看到吧，这个整个下方这边采用了一个凹陷化的处理，而在我的手的这个位置呢，可以完全摸到整个底板，也就是我们说的整个地板的位置了。下方这边有一根限速，那应该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安全带危机限速了，可以看到当然现在是没有插的。而这边呢则是我们的这个底板的空调出风口的设定啊。像这样的一个空调出风口的设定，如果咱们现在搭配上像这样的一个一次成型的铰链的话，多少还是会有点荡，不过还好，问题并不是很大。我们希望凯翼车型在设定的时候能够将下方呢采用这样的一个弯度化的一个设定，给它往稍微上扬一点，这样一个出风口，这样的话呢，我们能够将出风的效率呢能够提高一个比较高的水准，而同时也不会浪费这样一个高的一个下方整个座椅滑轨这样的一个空间啊。而且整个下方座椅滑轨来说的话呢，其实像这样大的一个空间完全可以配备一个我们说储物盒，可以带抽拉滑轨的那种设定，这样的空间完全足够了，请不要浪费这样的空间会比较好吧。那么在看完了这个车辆的整个空间设定之外呢，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整个车辆在这个尾部整个空间上的设定到底好不好。要知道一台 SUV 有些时候我们还是要放一些东西的，我们来看一看。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车辆它在作为家用层面上的使用来说这一块的一个空间需求怎么样。我在打开车门的时候呢，因为咱们这个车门备胎是外挂式的嘛，所以这个时候在车门整个铰链上面的这一块的一个开启和这样的一个顺畅程度来说，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啊。而且开启的时候没有任何异响，这一点很棒。要知道我们当时测试过很多这样的车型来说的话呢，都是有这个问题。而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遮阳板在这个位置，但可以看到要取开它的话呢，可能还是要把这个座椅完全放了。我们先来看一下标准储物空间啊。
那么以这台车呢有足够高的一个净身，包括像足够高的一个高度来说的话呢，这个时候我们说后排放一些基本的东西呢，也就相当于在400升左右。因为像一些小型的这种三厢轿车的话呢，差不多净身也就在这个位置。比如说自由舰也是这样的。那自由舰的这个最大容积是420升，我估计可能现在目前咱们现在能够看到没有数据的这个车辆啊，应该是在470升左右，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而在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座椅呢折过来来看一下。那么在我们尝试一番之后呢，我们终于找到了这个后排座椅的一个放置开关在哪里。首先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可以看到这边有个挂绳。那么这个一般车辆在设定我们说这个后排座椅折叠的功能的时候，要么把这个座椅拉手设定到旁边，采用线控的位置给一个按钮就好了，要么就是在这种座椅上方明显的位置呢给一个这样一个拉手，这个座椅就可以折叠。而在凯翼叉三上面来说，为了省成本，他们把这个拉手设定到了这个位置。你要不是仔细去查看它的话呢，可能还不太容易看得到。而当你站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呢，好在这个地台比较低啊，这高度不是很高，你人是需要拉开它的同时把它再往前推一下，才能够将这个座椅完全折叠过去的。但作为四个分割式的座椅折叠，它下方整个座椅的这个轨道完全是焊死在里面的，所以说这个坐垫啊它是死位置，没有办法去往上再进一步的去折叠它。所以这个时候可以看到的是，像这样的一个高度差，你要是放一些比较脆弱的长一点的东西的话呢，可能会造成变形。但是从这块来看的话呢，整个净身来说的话呢，也应该在800多升左右了，就这一点来说做的还是可以的啊。而且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方面的细节。那么这个后门这边来说，门板的位置呢是比较空的，没有任何的东西，除了这边的一个雨刷电机之外，还有雨刷的一个喷水嘴的整个线路走过来之外呢，也没有其他的东西了。但我们更希望的是在后排能够有一个安全锁，能够将我们人在后排的时候，如果万一锁在了后排的时候，能够拉一下，然后让这个车门呢后排门能够打开，这个是一个安全上面的一个措施。而且像后排整个这样的门板设定来说，我们也希望能够在高配版的车型上面配备有低音炮。那么低音炮的设定完全可以利用这个后面的一个比较宽的一个布局了，这一点来说做得也很好了。我们再来看其他的方面啊，我们先将这个垫子拿开，然后呢拉开它可以看一下。由于备胎是在后面的嘛，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底板可以做得非常平，这是凯翼叉三的一个优势。而且这边可以看到啊，像这个前景顶啊、随车工具啊、还有警示牌啊，都可以放在这里了。但唯独我们没有看到的是灭火器往哪放，所以还是需要有一个灭火器的一个专门的空间来置放它。而且这边呢，也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垫子啊，底下直接性就是我们的这个护板了。那么在看完了这个车辆的整个空间演示之后呢，再过几天吧，我们会让这台车的手续落完了之后，会把这台车开上我们的测试路面，来看一下这个车辆在它的行驶状态下的表现到底如何。作为一台 SUV， 又配备的是加通的精英轮胎，静音程度的表现到底如何？而且最关键的问题是，1340公斤到1380公斤的这样一个车重范围，这个1.6升160牛米的发动机到底带不带得动呢？油耗表现到底如何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做一个清晰的还原。不过从现在来看的话，这台车型科技配置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当然在易用度上面来说还是有一些需要少许的一些优化，比如说触控屏的灵敏程度啊，它的这个焦点是不是足够精确啊，以及我们说这个车辆其他方面的一些这种功能上的设定是否能够有必要再把物理按键再去细化一下。但从这些来说的话呢，这台试装车其实已经完全足够接近量产的车型的使用标准了。我们希望在量产车的时候能够让我们有更惊喜的一面去感受它，去关注它。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视频，我们下期再见。Followed a pattern on a window seat, 'cause I got no place to be. That's why I'm starting with me. I'm starting with the man in the mirror, and I'm asking him to change.